这位国外的老奶奶现已87岁，精神头还很好，但是她住的房子很特殊，是一个完全由塑料瓶缔造的房子。她花了4个月时间收集塑料瓶，然后用木头搭了一个房子的框架，用藤条把一个个塑料瓶串联起来，作为房顶和墙壁，并且把瓶盖用水泥固定在地面上，作为地板。